嗱，即系今日嗰个 house 呢单嘢咧，佢系一个叫 talk show 啊，我哋叫即系香港叫栋笃笑，喺外省咧就叫脱口秀啊，就 talk show，即系讲紧同一样嘅嘢。呢件事点解今日我要重讲咧？我都以为，呢啲事，闹两句罚下钱咪算数咯。最初我哋都以为咁，况且个效果个单位咧，同埋嗰个周啊唔咩号啊吴天浩 已经马上道歉，但系咧奇怪就系咩咧？今日发展到咩咧？解放军个西部战区就发表个文章，非常强硬文章，佢话呢个系重大嘅侮辱，即系将呢件事咧就叫做上纲上线啊，跟住北京公安局啊，即系做嘢啦，就拉嗰个talk show 嗰个人去调查啦，同埋罚咗雨果公司密巴部，就罚咗雨果公司1400几万，呢个系好夸张，8个字就罚1400几万，呢个历史上面好少见，非常少见嘅。点解 件事会令喺海内外高度关注咧？仲要睇翻跟住落嚟嘅发展咧？嗱，大家唔好忘记啊！我哋真系同大家后生年轻人咧，就讲翻少少历史。喺57年前，57年你几夸张啊？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喺北京咧，就一个明史专家，即系你研究中国历史啊，都应该听过，尤其是咁明史嘅，有吴晗先生系胡适先生嘅学生嚟，佢写过一篇文章，唔系佢写咗一篇文咧，叫做《海瑞罢官》，一个历史剧。咁啊，高度赞扬咧，海江枫就马皇帝嗰种咩为老百姓，张目就不畏强权咁样 结果呢件事就不久就有一个人就喺《人民日报》上面发表署名文章，就话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呢、这个人系边个咧？就是、四人帮之一嘅姚文元啦。从此就掀起个文化大革命嗰个风潮，文化大革命就系咁噶啦。由一件事《海瑞罢官》呢一个咁嘅历史剧嚟啫嘛，由一个历史剧以事论事，话海江枫即系主政淳安院嘅时候，去闹嘉靖皇帝，嘉靖天下家家都干干净净啊嘛，即系话百姓火啦火，即系家无余粮，因饿紧肚皮噶啦。即系你个皇帝仲喺度，日日喺度同啲道士喺度写青词，同严嵩喺度论道教啊，论道士嗰啲咁样。当然啦，就惹起毛泽东啊，当时好相当不满啦。同样呢8个字，作风优良，敢打胜仗，因为系习近平前2年佢系喺解放军嗰个一个内部会议嗰度系要求解放军要作风优良，敢打胜仗。就係咁樣嘅，咁佢喺一個 talk show 嗰陣時候，我講介紹過啦。佢係形容佢收用咗三邊收兩個野狗，佢好好講笑咁樣講啊。呢、这個佢呢兩隻野狗追日咬嘢松鼠，敢打勝仗，作風優良，敢打勝仗咁樣講出嚟嘅。呢啲係一個幽默，即、就、係、是、我哋嗰一頭係一個幽默，但係俾有心人士就形容為呢個你侮辱軍方嗱呢樣嘢咧。凡係呢啲到咗上綱上線咁嘅效果咧，就你讲乜嘢嘢系叫动辄得咎，就即系有等于乾隆嘅时候嗰、那个叫做所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夺珠非正式，二种也称王，即系一模一样嘅嘢，一模一样，即系喂一首诗去形容牡丹嘅，夺珠非正式，即系话牡丹本来红色嘅，但系又形容一个紫色嘅牡丹，夺珠非正式，二种也称王，好死唔死佢就讲，哇，夺珠非正式，我话喂，以前上一任嘅王朝姓朱噶嘛，朱明王朝啊嘛，夺珠非正式，即系话哦，抢走红色嗰、那个紫色抢走红色嗰、那个就唔系正统嘅，二种也称王，即系话我哋满洲人唔系你哋汉人，二种可以入主中原做皇帝，咁又唔啱嘅。结果写呢个嘢嗰人俾人咁样参上一就嗰阵时系抄家灭族嘅，好严重嘅，呢、这个系严重嘅文字狱事件嚟嘅。咁啊，嗱，而家嚟到呢度咧。点解海外啲人咁关心咧？就睇下跟住落嚟会有啲咩发展。因为呢个发展咧，喺好坦白讲，连我都吓咗一跳。哇！咁细单嘢，点解炒到咁大，煲到咁兴？
你罚一千四百几万，为咗八个字罚一千四百几万，已经系开历史未有之先河啦，即系咁严重啊！而家你谂下，嗰个人已经被扣留，唔知佢会判乜嘢嘢，我希望唔系死刑啊，即系唔知点。但系如果呢件事喺未来呢几日，继续发酵，咁就好容易，好容易就真系相当类似57年前嗰场文革咁样，就真系好多嘢，好多嘅 talk show 固然之冇可能有得做噶啦，好多嘢你已经唔讲得噶咯，即系讲一讲，譬如你言者无心，但系你听过有意啊，你原来系咁嘅意思，咁就一嘢扭曲咗，咁就。即系上纲上线，所谓嘅就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嘅，即系罚钱，钱冇咗可以搵，之但系分分钟系冇命。同埋呢啲事一旦缺咗一个题嘅话，系洪水滔滔嘅，系会全国性嘅举报，系一啲咁嘅私人恩怨啊，点点系咁样质出嚟，咁挨批挨斗，挨批挨斗嘅。你睇到嘅，你笑果马上道歉，马上赔偿都冇用。都系而家你睇嘅睇法系好似往死里整啊，即系令人非相当隐忧啊！喺同一时间，我睇到啦，香港就将图书馆下架啦。更加有一消息传咗出嚟嘅，就系话喺学校教育局就劝一啲学校里边嘅图书馆，教育局有官员，香港教育局有官员，佢讲咩咧？传咗个消息出嚟，未经证实噶，我强调啊！佢话：喂，鲁迅嘅言论有呢个鼓励人上街作反之嫌，都唔应该俾青少年阅读。哇，即系我，哇，我又系真系打咗个突嘅，即系好心嗰班教育官员，即系你了解下，即系中国近代历史，鲁迅系共产党推崇嘅文人，30年代个文艺整风系用鲁迅嗰个思维方式，鲁迅嗰种批判精神。去搞斗争嘅文艺整风好多系根据鲁迅嗰啲咩思想嘅方法去做嘅，但系竟然今日连鲁迅都用唔到，即系你系即系好多人都啼笑皆非。咁而家我正如系咁样讲，如果系连鲁迅你都容纳唔到，咁图书馆唔好有书啦，净系摆一套我哋习近平语录咪得咯，习近平即系嗰啲咩家言录。唔好，唔系语录，系加言录啊！全部印晒佢，挤晒图书馆里面其他书啊，烧晒佢。咩外国文学著作啊，中国文学著作都唔得嘅。咁样如果呢一个逻辑都啱嘅话，喂，咁《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都完全唔得嘅。《西游记》鼓励呢个少年色情啊，你话楚霜云梦啊，同贾宝玉细个食咗贾宝玉嘅猪。喂，你咁样唔系提倡嘛？少年青少年作学性行为系咪要禁啊？《水浒传》打住4个大字替天行道，咁就无法无天，见一个唔啱嘅就杀嗰个，系咪好暴力啊？《水浒传》啱唔啱啊？仲卖埋人肉馒头添，卫生署都过唔到啦。《西游记》更加唔使讲，《西游记》你以为好安全啊？错啦，《西游记》喺明朝嘅时候已经系禁书啦，唔系《金瓶梅》啊，《金瓶梅》喺明朝冇禁啊，《西游记》喺明朝禁咗嘅，喺呢个嘉靖年间系禁咗嘅，因为《西游记》有两句嘢，大家记唔记得？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哇，你仲唔反动？非常反动啊，孙悟空系咪啊？即系所以话，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就即系一个咩物会唔会呢件事？呢个咩所谓嘅脱口秀事件，会唔会演变成为最终演变成为呢个文革2.0？即系将呢件事变成今日嘅所谓平身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跟住下一步就《三家村杀记》噶啦噃。呢啲嘢，即系所以大家真系要密切留意，真系要留意，真系唔系讲笑。呢啲因为呢啲咁嘅言语啊、文字狱啊。系冇理性可言嘅，佢认为你系咁，你就系咁，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喂，孙悟空咁样提倡呢、这个，喂，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喂，呢、这个仲唔系反动？哎，西游记禁，喂，你边有理由可讲嘅嘢？啱啱先？即系呢个古典名著系咁样，喂，现今
咁多人写嘢，又有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咁样去写嘢，系任佢噏，任佢噏嘅啫。一噏你咪系你系咪咁？佢话系你咪系咯。点解我咁担心会唔会烧到落嚟香港？因为香港而家目前咧有传出话教育局就要求呢个咩喺各校嘅图书馆要执起鲁迅嘅书。但系如果呢啲风气俾香港一啲别有用心人士闻到，佢发大嚟做嘅话咧，会就后果会相当相当严重啦。因为我系担心一样嘢，记唔记得我喺呢度几个月前有讲过？因为香港国安公署好得闲，好多 budget， 好得闲，佢要表现，咁就大件事啦。所以我其实我真系几劝喺香港嘅朋友。或者国内嘅朋友，即系有阵时你唔好话啊，我躺平就得啦咁样，冇事啊，点样消灭？唔系，要留意呢啲事，真系要留意呢件事会唔会激化？会唔会激化？而家唔系话嗰个脱口秀话当年嗰个什么海瑞罢官，甚至嗰个什么鲁迅文集，唔系呢样，而系问题就话当有别有用心嘅人。利用呢啲事件嚟去打击对手，即系你知中国人好得意啊，唔系助人为快乐之本啊，系整人为快乐之本噶嘛，中国人系，即系一有咁嘅情况之下咧，呢、这个社会咧就非常动荡，况且而家过咗个反特务法，系鼓励人嚟举报噶嘛，你唔使多啊，中国人好中意举报噶，你国安公署成立以嚟，佢自己讲。有四十几万嘅举报，但系立到案就2000几个啫。你可以睇到中国人系好中意举报，凡系互相举报，即系成个社会缺乏咗信任。一个缺乏咗信任嘅社会，就自然衍生咗件咩事咧？个社会就冇咗爱，一定系咁。因为我你用咩，我要付出好严重嘅代价，系咪先？啊，呢啲嘢咪演变成为点解今日小月月个细路女？俾架车撞咗喺街度，冇人敢去救佢，有几架车仲碌过去，都冇人敢埋去。啲老人家过马路，哎呀，冇力过马路，扑亲啦，都冇人敢埋去。点解？怕惹祸啊嘛。呢啲就系完全系人民家积落嚟嘅人性扭曲。即系所以嗱呢件事，我希望就即系我个人善良意愿啦，就希望。即系嗱，钱啊罚咗啦，人啊叫做啊审讯啦，你要点判啊？你判佢啲行政拘留十几日，教训下佢咪算咯。我希望啊，咁啊非常宽容嘅处理，我希望。但系呢件事会唔会激化成为话？哎，因为侮辱解放军，我哋钢铁长城，因为长城一崩堤咧，我哋成个国家，尤其是而家我哋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点样？哇！呢、这个上纲上线，我哋就要打仗，又话我哋唔打仗，即系侮辱我哋人民解放军，即系侮辱元首，侮辱长城，动摇国本，哇！上升到呢啲咩层次嘅话咧，咁啊死刑！即系大家真系要谨言慎行，同埋而家个睇法，点解佢会咁高？点样压落？记唔记得我喺呢度讲过？旧年嗰阵时，啱啱过完十二大嗰阵时，哇！大家以后讲嘢咧，就记住一个原则，就系亦都系八个字嘅：公众场合勿谈政治，真真正正你真系唔好。而家真系要睇得好定好定，因为你唔知隔篱嗰个系边个。即系而家今日审讲例子，讲呢个法庭嗰个审案嗰阵时，已经流咗出嚟嘅话咧，就已经有啲国安人员。是潜伏在戴耀廷的 Facebook 入面去发文啊，咁样去攞料，然之后攞佢嗰啲咩你咩留言啊，咁样嗰啲咁样。已经佢哋已经系，你谂下两三年前佢哋已经咁样做，咁而家会唔会？所以要好小心啊，非常要小心。咁我还原翻基本嘅部啊，还原基本部，其实呢一句说话就系讲笑嘅咋，写歌。就你话一个幽默一个讲笑啫，即系而家系咪你啱啱讲嘅上纲上线搞到咁大，或者越搞越大，或者甚至乎你觉得真系要去到最后，假如会死言啊？咁其实还原基本人就讲笑，讲笑一句笑话嘅啫，即系我笑下你写歌，你点冇点样？哇，成只猫仔咁样嘅，大佬咁都唔得噶。嗱，阿 Lucy， 因为你太后生，你太年轻啦，喺文革嗰段期间。
我哋平时觉得系一场笑话嘅一个啊，讲下笑一个 joke， 一个开玩笑嘅事，系可以冇命，系可以冇命嘅。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咧，阿钱钟书同埋佢太太杨学，佢文革期间咧喺个书斋里边，佢哋几个人三个人喺间房里边去整理一啲咁嘅画册啊、古画册、文稿咁样。咁啊，杨行咧突然间就讲咗句：，唉、哎，呢啲咩嘢咧就唉，唔、哎、知点解最高领袖都唉、哎、都放上眼嘅，呢啲系垃圾嚟嘅，点点问问。喺呢个期间咧，佢哋两夫妻啊，另外嗰个人咧就即刻跳出嚟指责阿前太阿杨行，佢话你而家对毛主席唔尊重，而家我要检举你，举报你。咁啊，钱钟书啊，即系哇，杨行当时好惊，因为当时喺文革上面一举报嘅话咧，轻则关牛棚。重则咧就要即系下放劳啊劳改噶嘛，好严重啊嘛。咁啊，钱钟书嗰阵时好冷静咁样讲，即系嗰个人又问：，诶、哎，钱先生，你听唔听到你太太头先咁样讲？钱钟书啊，当时好幽默咁样讲，我就听唔到我太太咁讲，但我觉得你好似系你出自你把口。哇！咁嗰个人即刻惊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真系检控嘅时候，你哋两公婆，我一个变咗个佢，变咗佢系百事莫辩啊嘛，系咪啊？咁样当时佢即系话，呢件事其实我头先都唔系听得好清楚，唔知唔敢肯定你冇咁样讲。就算你系讲过类似啲咩说话，我相信你都冇冒犯毛主席嘅意思。咁啊，阿钱总说啊，好似系啊，我都系觉得咁样。咁嗰件事先至系不了了之。系当然过咗文革之后好多年啦，阿杨咁样讲翻出嚟呢个咁嘅小故事。你可以睇到由呢件小故事，你就可以睇到你即系我驳翻你头先所讲，你话诶、哎，大家讲下笑啫嘛，点唔系喺嗰个咁嘅充斥住文字狱嘅社会，系一个勾党横行嘅社会，任何嘅玩笑，任何嘅开玩笑都系唔讲得，系可以分分钟搞出人命，系非常恐怖嘅社会，系非常精神紧张嘅社会。呢件事到底会唔会发展到咁？咁悲哀啦，即係咁负面嘅发展呢，嗱暂时嚟睇呢，暂时嚟睇就即係未知，暂时嚟睇，但係即係往好方面睇，就可能就有关方面就利用呢件事呢，就压制一啲所谓民间嘅反对声音，叫你嚟嗱，唔好咁多声，唔好咁多批评呢、啊、件事呢就做一个版，即係如果係咁样收手嘅话呢，就大家即係装返炷香啦，真係装返炷香。真系叫做话不幸中嘅万幸啊！即系又当然嗰间效果咧就非常不幸啦，八个字1400多万，即系呢个人类历史以嚟咧少有噶啦。希望系咁，我都真系好衷心希望就到此为止咁样就啊嗱，你呢班友仔，所以啊以后讲嘢真系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当然啦，国家肯咩行嘅，当然有国家嘅用意喺里边啦。即系我哋不在其位，我哋嘅脑袋就冇人嚟当。即係北京中南海嗰啲滾滾珠公，即係嗰啲英傑啊咁諗，即係諗嘢咁細緻啊，係咪啊？即係咁我哋諗唔到啫，我唔明佢哋點解咁做，我哋諗唔到，我哋蠢，即係，但係我哋要慢慢去學習呢啲咩思想啊。即係《明報》啊，即係近日報道香港有200本嘅政治題材同埋人物攝影呢啲書下架嘛。咁啊，雜誌社統計嘅咧，2022年到今年咧。差不多255本中文電子書下架，但是前第一年即係後舊年前年得翻2本嘅，即係而家去到250多本。咁而家香港呢邊嘅呢個下書架下架嘅風波咧，亦都令人都係堂無結食啊！好似你啱啱講個魯迅都好多人上街，甚至金庸啊嗰啲書唔使講啦，甚至仲有一本係香港粵語點硬上呢本書都唔得，講粵語嘅啫。所以而家就係社哥講咗，連埋大陸嗰個氣氛同埋香港呢個氣氛，其實大家嗱，作為我哋香港人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即係我始終覺得，即係我諗法好得意嘅。我唔知係先進定咩啦。即係喺而家現代嘅社會，當我哋個社會有咗百度啊，有咗微信啊，咁樣嗰啲咁嘅小紅書啊、網易嗰啲嘢，即係嗰啲外國嗰啲，我哋耐唔中睇下啦。因為香港冇辦法，因為仲接觸到。咁其实图书馆个作用已经真系唔大，尤其有埋 ChatGPT， 喂我哋抄咩资料，揿几个掣，嘣一声成份论文帮我哋搞掂埋出嚟。咁图书馆又做咩呢？
不如我哋做骨灰庵啦，又或者拆咗我哋做，我哋做咩呢？我哋做起楼啦，俾年轻人住啦，因为而家香港寸金尺土啊嘛，系咪啊？咁要图书馆做咩？你既然喂你咁啊揿，咁啊揿，而家又好方便，用电子嘢可以解决晒，咁啊图书馆我嚟做咩啫？啊，即系以前就话电子唔系咁方便嘅时候，真系要图书馆去凑资料啊咁样，系咪先？咁而家唔使啦，而家非常方便，一个电话已经可以全世界资讯透过电话可以嘟嘟嘟揿几个掣可以出晒嚟，慢慢睇，喺边度都可以睇，啊食饭又睇得，屙屎又睇得，非常方便嘅。咁要个图书馆做咩咧？即系 cut 晒嗰扎咩资源啊，即系买书费啊，嗰啲人员运作，人员话悭好多钱噶，唔系起楼几好咧？啊，即系又非常方便啦，系咪啊？即系你要一个地方系咪文明咧？唔在乎因为图书馆多与少啊，我只系平时你啲人嗰个表现出嚟啊，个谈吐啊，个品味啊，嗰度去体现出嚟，并唔系话啊，我起多几个图书馆就表示呢个。地區有文化，咁大陸好多圖書館噶，啊，佢都係擺啲主席啲書啊，咁江澤民時代擺江澤民文選啊、胡錦濤文選啊，而家當然係習主席嘅文選啦，係咪先？擺曬呢啲文選噶喺圖書館，係咪啊？書架啊、書局啊都擺好多呢啲噶，專賣嗰啲書噶，係咪？咁咪夠咯。咪有人就形容香港而家仲有一個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唔會，香港而家唔應該咁樣詆毀我哋。就算是秦始皇时代都是一个即是兴盛的大一统的年代，书同文鬼车同文鬼书同文居同鬼，非常强盛的年代啊，是不是啊？不是即是秦王即是暴政啊，我当然不会啦，是不是？讲返头先嗰件事我今次少少啦阿蛇哥。咁如果要你话嗰件事如果可以峰回路转嘅，其实系咪得习近平可以呢？因为嗰、那个考试讲的是那句说话是被人诽谤，就说他笑习近平的嘛，笑中国的人民子弟兵的嘛。那那句说话因为是习近平讲的嘛，习近平讲什么就是讲什么听那些解放军啊，中共解放军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嘛。那那个考试就是引用了习近平12个字中的8个字。那其实有一点大家要留意，那个考试讲的这段说话的时候呢，下面掌声如雷喎，冇错笑得好开心喎。咁笑嗰啲人咧，大佬笑都唔笑得，咁人哋讲啫，咁你笑咧，唔笑得啊？嗱呢件事都可以睇到咧，嗱中国人咧，你同几廿年前喺文革年代嘅中国人又唔同，中国人如果几廿年前我听到呢啲嘢咧，个个都惊啊！哇，你想点啊？即系会唔会即系在座观众听过嘅都要接受劳改啊？咁样去再教育啊？咁而家你睇到嘅。而家呢班后生仔笑咗，再加上而家你睇到而家哇咁严重嗰个事件，我睇到网络好得意嘅个反应咧，就系话今日网络洗版系咩事咧？除咗呢件事，哇突然间即系爆红，即系咁样处理方式，咁严厉嘅处理方式喺网络边洗版爆红之外咧，佢仲有一件事，佢就将边个举报呢单嘢嗰个人怼咗出嚟去洗版。即系嗱呢样嘢咧，就中国人就讲啦，冤有头债有主，即系就叫咩咧？你举报得人嘅，举报人哋亦都即系将你英雄事迹去 post 出嚟，即系我啊咁样睇啦，呢个英雄嚟啦，系咪先？喺呢今时今日，你咁样去嗰八个字啊，你话上纲上线，佢取笑我哋习主席，咁即系啲网民可能出于好心，惊阿习主席咧唔知道系边个怼佢出嚟。咁可能俾阿习主席见到啊，你咁叻仔就提拔你咧，就分分钟呢个系现代版嘅聂元子、华大富，可能系呢啲人嚟嘅、哦，系咪啊？即系呢个啊，呢、這个真系好嘢，你可以睇到嘅。点解而家啲网民马上人手即系、就是、人肉搜索，马上将呢个咩人 post 咗出嚟，咁啊系佢咁样举报咗出嚟，将件事咧上纲上线。咁你可以睇到，即系。在今日的中国人里面不是没有是非观的，是有的。他就将这些人呢这个什么行为，我不会批评这个行为好与不好，将这些人做过的事公诸于世，
即係呢啲光榮事蹟要記要記錄噶嘛，將來入歷史噶嘛，係咪啊？係咪啊？即係你可以睇到嘅呢件事，你可以睇到。中國嘅百姓唔係唔知發生緊咩事，佢用一種比較上聰明嘅方式，去將一啲佢哋嘅意見、佢哋嘅諗法滲出嚟。所以而家係要用，我成日都話，而家你讀懂大陸嘅嘢咧，你開始慢慢用啲冷靜嘅思維方式，你唔好 shift forward 去睇件事。你要即係稍微用啲腦筋去判斷佢點解咁講，咁樣去做嘅。你可以睇到嘅，咁啊睇到啦。而家睇到一個似乎去到一個角力場咁樣，就而家你睇埋呢兩人，睇下呢件事仲會變化成點。我都話呢件事真係要睇，唔係講笑，真係要睇。我自己咁諗啊，石哥，講完一句講笑啦，你搞得咁大。咁而家你啱啱讲个被举报过嘅人咧，被爆出嚟啦，嗰、那个系就讲系赵立坚嘅校友。咁越嚟越多嘅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咁佢对中共呢个政权嗰个面唔系咁好喎、哦。你见到而家网络上面已经有一个人就讲话，边个个巴士狗嗰个咩？嗰、那个狗咧，佢仲有啲公仔噶。咁呢个人一样系被行政拘留啊。咁你越系咁样，咁啲无论系中国人又好。國際上的所有的人都好啦，知道呢件事就是一句講笑咋？你中共政權，你咁樣大事去宣揚，你反應咁大。嗱，我就睇嗱呢件事咧，觀察呢件事咧，我相信唔止係北京當權當局，我諗係今日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嘅人都密切注視緊呢件事係向邊方面發展。因為今日嘣一聲咁樣爆出嚟咧，哇咁樣嘅高調處理。即係1400多萬8個字又咁樣罰，又要拉人，又封艇，又點點，同埋用軍方嘅名義出份署名文，將佢咁樣去扮，即係不搖不休咁樣，話哇咁樣侮辱，唔係咁樣就罰下錢咁樣拉人就算數，咁你仲想點咧？請問，我諗係大家睇緊佢點樣去落，點樣去處理，點樣去處理，大家係睇緊。就而家咧就，你話呢件事會唔會去翻即係57年前嗰種咁嘅？大運動呢，我唔敢講話係悲劇啊！一場咩火紅年代啊，燃燒嘅歲月，會唔會去翻呢個咩燃燒嘅歲月呢？我真係拭目以待，我真係講，我唔敢喺呢一刻落判斷，我唔敢。嗯，但係大家真係要睇，真係要睇。唔好意思，即係最後嗰、那個睇下佢係撲火滅火咧，定係火上浇油咧？咁最後嗰個主宰者，主宰呢件事情發展嗰個人。就係、是、中共嘅國家主席、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如果佢出嚟出聲，撳一撳，咁即刻會滅火嘅喎。我自己諗，或者佢話唔撳，可能就個火唔燒要大嘅喎。唔奇嘅，真係唔奇嘅。所以真係而家係買大細嘅啫。究竟開大定開細，大家真係要睇嗱。而家中未揭㗎，未揭㗎，唔知呢把火會點燒啊？但是今日咁样啊，我即系今日我起身一睇，哇，大佬我吓咗跳，唔使系嘛，即系上纲上线到咁嘅阶段，即系唔知佢，因为你知习主席佢提倡嘅系斗争精神啊嘛，斗争精神，一谂起斗争，大家一定谂到文革噶嘛，系咪先？即系仔啊斗老豆，老公啊斗老婆，啊阿爸阿妈斗个仔，咁样好精彩噶嘛，咁样吓，咁又大家睇啦吓，小心啲啦，好嘛？乌克兰嘅战争咧，而家都进入咗一个比较关键尾段啊，可以讲系尾段啦。咁而家都见到中共就派咗所谓嘅俄罗斯嘅俄国通嘅大使李飞就去咗乌克兰啦。咁而家就有一种峰回路转嗰个感觉啊，就系而家俄罗斯嘅三名嘅超高音速导弹嗰个三名科学家，俄罗斯之后判过罪喎。原因点解啊，细哥，你嚟讲下。个原因咧就系话，上个礼拜咧，当乌克兰话发射咗一支爱国者导弹，嗱，嗰支爱国嗰、那个型号系上个世纪90年代嘅吓，就打落咗一个匕首式嘅超音速导弹。因为匕首式导弹咧，啲军迷又好清楚嘅，吹到佢咧，天下无敌，冇嘢可以拦截到，瞄乜嘢射乜嘢就中乜嘢。
试过几次打到乌克兰嗰个基辅嗰度，完全中晒，造成好大嘅伤亡。但系呢次上啊，前几日咧，嘣一声打冧咗一支之后，算啦，前两日，因为呢、这个顿唔系顿时啊，嗰、那个巴克姆达，即系嗰个城市，俄罗斯嗰个退守，就退得好慌乱，佢哋自己嘅防空系统打冧咗六架俄军自己嘅友军嘅飞机，包括两架 SU-29 新型嘅战斗机。咁普京真系大怒啦，发火向乌克兰基辅嗰个报复，分别由乌克兰嘅东部、南部同埋北部一路发射，总共发射18支巡航导弹，其中有6支系呢个匕首式嘅超音速导弹。即系谂住震一震成个泽连斯基，你咁嚣张啦，就嚼一嚼你咁样。点知出乎世人，18支导弹全部被拦截，全部啊，全部包括嗰六支号称啊冇办法拦截嘅匕首导弹拦截到。呢件事件当然震撼啦。点解俄罗斯啊勃然大怒？嗰三个咁嘅专家咧啊，匕首研究匕首个科学家马上即刻拉咗去。诶，又好似你叛国，诶，又好似啊，你啲数据流噶，又话好劲，点解咁劲，人哋拦到噶，拦截到噶？呢件事点解咁紧要咧？我解释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匕首可以携带核弹，可以携带核弹，即系叫我所谓嘅战术性核武。一旦如果匕首系可以俾人拦截到嘅，你一带核武，咪俾人拦截到，咪喺自己个境内搏爆，咪自己濑嘢。你想炸基辅，点未到基辅，嘣一声，连响莫斯科冇咯，就嘣，俾人拦截咗，好大件事喎，咁样。咁啊，即系换个话讲，喂，俄罗斯唔敢立乱用核弹，即系嗰个所谓核讹诈，完全系歪咗，冇用。即系你个匕首原来咁屎嘅，但系唔好忘记，我曾经再讲一次啊。而乌克兰用紧嘅系上世纪90年代，即系30年前美国嘅爱国者导弹，呢啲导弹台湾好多。第二件事影响到系边个咧？中国嘅东方系统导弹，东方系列嘅导弹系全部都系抄俄罗斯嗰啲超音速嘅导弹系统咁样过嚟，连老大哥都18支导弹全部俾人拦截晒，咁样你打台湾个战术啦，大家讲到明俾你听啊，我用一波导弹嘅炸到你，全台湾寸草不生，但系唔系喎，而家台湾可以拦截到。台湾有嘅防空导弹系比呢只乌克兰而家有嘅导弹仲更加好嘅。咁嘅清楚话俾大家听啦，呢导弹唔系话天下无敌，系可以拦截到啦。咁俄罗斯梗系震怒啦。咁即系未来乌克兰个防空系统咁好，你啲飞机又唔敢飞飞近去，一系又俾佢飞机嚼落，但佢啲飞机咧就分钟嚼到你，因为点解咧？你嗰、那个我先讲啊，你嗰、那个。防空系统，俄罗斯嘅防空系统，你竟然误射自己嘅飞机，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嚟嘅。因为点解？防空导弹、防空系统一定有敌我识别系统啊嘛。你点会认唔到自己有个飞机？你射飞弹咧，除非两种情况：第一，心慌意乱，人哋打到嚟啊，一听到飞机声即刻拍只棒射咗出去先讲。但系呢种可能性都系低嘅，因为点解咧？你个识别系统会有 alarm 噶嘛？即系你有个密码，即系你大家对到你 match 到个密码，就飞弹唔会追到你嗰度噶嘛。除非第二个原因啦，嗰粒 chips 出咗问题，即系个晶片，嗰个晶片唔系原厂晶片，你先至会有误射。即系晶片唔系原厂晶片，即系你读唔到自己有关嗰啲资料，咁咪射错咗咯。唯一解释嘅啫，系咪啊？泽连斯基同李飞，你啱啱讲嘅习近平嘅达斯去。两个一张相都冇，咁佢查实佢有冇见泽连斯基有冇见过佢咧？你觉得？嗱，呢个系中国外交部讲咗，话佢已经见咗泽连斯基。当然我哋信我哋伟大嘅中国外交部啦，外交部咁官方，我哋点敢唔信啫？系咪先啫？但系我觉得乌克兰好唔礼貌咯，呢、这个国家。即系如果人哋真系见咗你，你冇理由连张相都唔发出嚟，因为证明我嚟过。喂，我去饮酒，你请我去饮酒，即系摆酒。我做份人情，喂咁你都要写翻个纸俾我，唉，心想做过份人情，你都要写低啦，系咪啊？
即係呢啲禮貌，咁真係冇乜禮貌，因為即係有時覺得呢啲咁嘅蠻兒咧，就真係唔即係唔識得我哋呢啲即係華夏人嗰種咩傳統禮教，即係有必要喺嗰度開多幾間孔子學院，教教佢哋咩叫禮啊！即係冇禮啊！真係當然我係信外交部咁講啊，即係有咩情況下佢唔願意即係鋪佢兩個見面？咁一件我自己估啊，系咪？我自己一样嘢，你企啊，唔好有上司。唔系嘅，大佬，即系泽连斯基，你讲啲嘢我唔接收，所以咧。Lucy，嗱，即系咁样，我又尝试一扮啊，泽连斯基啊，泽连斯基点解对我哋中国嘅习近平嘅特使，即系见特使遇见习近平啊嘛，系咪先？诶，点解你又对我哋特使好似咁冷淡咁样咧？嗱，大家又谂翻起，记唔记得阿习主席喺二月嗰阵时去俄罗斯嗰阵时讲明啊嘛？话去之前同泽连斯基打电话噶嘛，通电话噶嘛，嗱冇一件事，咁跟住又传出嚟话啊，我哋去完见完莫斯科见完普京咧，就会同阿习近啊，同阿习近平同阿习主席同阿呢个啊泽连斯基咧就啊通电话，啊又冇一件事啊嘛，喂，你切咗两片柠檬俾我嚼，咁啊而家好老实讲，我又唔系我邀请你嚟饮嘅，你话我而家摆紧酒啊，王谢联婚，老陈联婚。二三四楼，啊你啊突然间接个人出嚟，话你代表咩咩，哦咁啊，喂你坐埋去后边啦，楼梯位后边有个位啊，即系呢个叫不速之客，即系你理论上，喂你特使过嚟，即系唉我哋都即系知你打紧仗，俾人炸到韭菜，唔使你红地毡，你理论上我嘅特使，我嚟过嚟探你应该铺张红地毡，有个军乐队，最好有仪仗队，杀咯咁样出走下国歌咁先系噶嘛，系咪先？嗱，呢次唔好播错国歌添嘛，系咪先？即系你话即系啊，一播一开国歌，哎呀败啦，哎呀噔噔噔噔噔，我个大镬啊！嗰个愿平安归香港啫，大家唔好误会啊，即系唔系嗰首咩反动歌曲，即系呢啲都冇。即系我哋都，唉，我哋天朝大国，我哋都可以忍受你，即系体谅你战乱当中。但系喂，大佬，我哋讲出嚟明明见过你嘅，嗱点见冇人知啊？或者通电话咧？阿习话我唔得闲，我而家同阿少拉咧喺度打紧屎碌架，系咪先？我哋倾两句电话啦，系咪啊？嗯，咁就都有张相噶嘛，系咪啊？冇，好有奇怪。咁而家我哋有观众朋友都讲咗啦，两方面都冇相喎，同埋个观众朋友个头先有，唔系中国有讲，外交部今日有讲话去见咗习主席，有冇相？我冇睇呢个报道。我未见到张相，等多阵，等多阵 ，P 图都要时间嘅，大佬啊，唉。哦，我咁就明噶啦，大家。咁系啊，你冇啲耐性嘅，唉。